政府今日再安排两班包机去到武汉，接载滞留湖北嘅240个香港人翻香港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、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朝早先后去到机场，准备去武汉统筹第二日嘅接载行动。据了解，今日嘅安排同寻日差唔多，第一班包机会喺朝早10点左右抵达武汉。